这同样是一场倾国之恋，陈鸿一完成的非常好。陈鸿一今天第四个出场，他在莫斯科完成了一次非常好的表演，等会儿我们看一下会不会突破他的个人最好成绩，同时会不会突破中国站第九名的成绩。2002年的陈鸿一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排名第19，今天全程的节目非常的完整，也赢得了现场非常懂花滑的俄罗斯观众的掌声。1.73米的陈鸿一在整个女单选手的身材也算是高挑的，在冰面上滑行的时候宛若仙子。换足的旋转，我不知道有哪首古诗会从观众的脑海里蹦出来，在我的脑海里蹦出来的是此女只应天上有，不知为谁落凡尘。确实今天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，来共同期待她的成绩。自己也在总结啊。个人赛季最好成绩118.60分，当然现在排名第二，已经创造了个人的好成绩。教练还是给予他鼓励，175.77分，同样排名。